为了防堵武汉肺炎，就请警察能开来。苗栗市公所六十九岁从公展览市场来到大型的公共场所消毒。这种传统市场年代下，一张页消毒一摆，两个做大礼拜一摆，强化环境的卫生管理，避免病毒有机会传过来。苗栗市公所停业去年，总批做下准批后，后来变数公有市场做消毒，包括航龙排水沟。市长苏进军指出，因应武汉肺炎同流感防治，维持市内公共场所的环境清洁，会更加接来变数做消毒。因为因应这一次武汉肺炎，还有我们流感的防疫啊，我想我们将会市公所将会提高次数哈，每一周一次来作为这个消毒使用。针对市公所加强公共场所的消毒，市场点头表示认同。因为市场变得卫生清理，民众们会较常来捞来买东西。市公所在近年来，因为陆陆续续针对公检同传统市场，也有人会较多来蔬菜来消毒，希望全面做好防疫，也做好环境的清洁，全面防病毒侵袭。客家新闻中心，杨立波涛。